奶奶，这菜怎么卖啊？菜啊！啊，卖啥叫青青草？啊，两块吗？两块。啊，两块太便宜了吧？可以了，你买吗？便宜。可以卖四块吗？卖四块。也不买。你这个浇水不容易啊，浇水很辛苦的呀。嗯，确实。来，请你喝杯水吧，奶奶。我不吃。牛奶，我刚买的，你拿着吧，这是我吸，拿着吧，拿着吧，我吸。这个菜卖两块钱一斤是吧？啊，你吃嘛，我不吃。没事，你吃吧，我送给你的。那你这个可以卖四块吗？卖不起四块，你别想想你，没有，没有。这样子吧，你四块卖给我嘛，我买好不好？四块卖给我，这全部卖给我吧。我去哪买四块？全部卖给我吧。你抽一下，啊，没事，你卖给我吧，没事。你买啥的吗？我买做饭吃啊。这十块钱不？可以。这两个就四块钱一把吧。十块，说这个八块。对，八块，然后这个呢？那块两块。哦，这个呢？这块是两块。那就你抽一下吧，抽一下。就这样，我把全部都买了吧，好吧？全部都买了。可以，好吧？你抽一下吧，抽一下。抽一下。你今年多大了，奶奶？我今年多大了？啊，今年七十八了。七十八了？啊。哦，那你每天都过来卖吗？每天都过来卖。几点来？每天？九点钟来。早上九点钟来是吧？啊。我也住在这附近的，然后我们也在家里面做饭吃嘛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对，我也住在这附近的。啊，我跟你一起捡吧，全部吃了吧。你还要不要白的两斤嘞？嗯，全部吃了吧？还有吗？其他吗？哦，那全部吃，一起吃了吧。总共是多少？34.5。34.5是吧？啊。哦，这个请你喝的，这个你就拿着吧。哎，去给你去的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那个总共是34.6是吧？啊，对不对？那你有手机吗？我扫给你。我没了手机的。没有手机哦。那就我就给你现金吧，好吧？你敲开不？没事，你拿着吧。我敲不开。你拿着嘛，都拿个我不，啊，你先拿着嘛，你先拿着嘛。你没有零钱吗？我不得，那就不用找了吧，不用找了，好吧，你就打造侄子，请你喝杯奶茶，啊，别的我不要，不用找，就这样，没事，不要，这是我给你的心意，啊，就不用找了，好吧，好不好？怎么假的？不会假的。你怕是假的？你看一下吧，你给他们看一下吧，是不是假的？啊。奶奶怕是假的，你看一下吧，是不是？叔叔啊，这奶奶呢，她怕钱是假的，然后你就买一块肉吧，买一块肉送给奶奶吧。好的，谢谢。奶奶也不容易，然后你就买一块，就是他奶奶，你的是多少钱啊？啊，你的是30几块啊？三十四块是吧？那就六十六，就买肉嘛，六十六要买一块肉。哎呀，你买，买块66块钱，买块肉，买一块66的肉，然后送给奶奶，好不好？那你馋了吗？对。哎，你放心喂，人家这三个还让我还馋吗？他是怕。我还要馋。哦，你还才34嘛，哥。他是怕钱是假的嘛，奶奶是怕。他买一块肉给你可以吗，奶奶好不好？谢谢你。给你买66，对不对？66的肉。好，给你赚69。对。哎，69给你去了下来，66，好。啊，对。哦，够意思，你看帅哥给你够个66。那就是孩子一点心意，一点心意，因为。你看你年纪大了嘛，这卖菜也不容易，对吧？啊、然后我正好路过看到，然后我就那种。哦，那祝小伙子一路平安。啊，祝你一路平安哦。啊，来，这是我的心意，你拿去做着吃，好吧？好，做个仙子吃，好吧？哎，这我
谢谢，祝你长命百岁。谢谢，那是菜的钱嘛，啊，都是菜的钱给你哈。菜的钱给你了，然后肉的话是寿给你的。好，谢谢你哈，没事没事。你做小伙子哦，一路顺风。谢谢，嗯，好，那就慢点啊，你就不要那么辛苦了啊，就早点回去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拜。